站近一点。他现在很害怕，他一直这样离我很远。对，我很怕早上一脚就过来。不要不要这样，然后你的手想办法摸到我的手。这太远了吧？晃动二十个来 ，Ready Go。晃动晃动，要碰到碰到。哎，这位同学，你筋有点太硬哦。然后旋踢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脚背一定要压平，然后打准。哎，很可怕。Go， 上上 ，Go， 上上。不是说你没事吧？不是说踢到就会破，这个不太一样哦。不是，你没有踢到。嗨嗨，我是驾驶，欢迎收看驾驶的运动日记。那上一集呢，我们已经跟苏立文老师学过了跆拳道的基本的品质。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学一些对打动作。啊，老师，我们就要从什么地方开始？首先我要先看看你的筋有多硬。OK， 不是要先踹我两脚？不是不是，我们先看看你可以脚抬多高。这个我可能很低哦，所以就用力往上这样子抬。对对对，用力抬起。好，来哦。呀，那极限了。好，要站稳吗？所以你是发现没有热身的话，你的脚的那个角度很难抬高，对不对？对，大概到可能还没办法过腰，就差不多到极限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先来做暖身的运动，然后拉拉筋这样。OK，OK、okay. okay、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开始。Josh 的跆拳道日记来到第二集，苏立文教练要教的是对打的动作，因为跆拳道里面脚步的攻击很重要，所以 Josh 先从下肢伸展把筋拉开。不过才刚开始热身没几个动作 ，Josh 就，然后你的手想办法摸到我的手，这太远了吧？晃动二十个来 ，Ready Go， 晃动晃动，要碰到碰到，哎、欸。这位同学，你筋有点太硬哦。对，要晃动。好，好，我们停十秒。好，嘴巴吐气，然后重心尽量向后，脚打直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， 你疯狂的发抖了。很好很好，等一下，我排过最痛苦的一个运动项目，原来在热身打而已，对，只是热身。我们才刚开始，一样同样的角度，然后屁股往后推，各种拉筋动作要帮助 Josh 的柔软度增加，以免开始对打的时候受伤。不过看看 Josh 的表情，他已经讲不出话来了。尽可能让你的腰靠近地板，你才会伸展到侧腰。你有觉得侧腰很紧吗？这里？我觉得现在开始让我的身体突破了很多极限。侧腰很紧吗？我不知道身体可以这样扭，那很紧啊。对对对，然后你要在很紧的状态下，你要嘴巴吐气放松。对 ，OK， 好。你有没有很后悔想练跆拳道的感觉？我现在有点想练台南。那我们换边弓箭步。各种不自然扭曲的热身动作让 Josh 吃不消，不过他很敬业，完成老师做的每一项动作。其实跆拳道运动算是有氧跟无氧运动中难度比较高的，因为腿部的肌肉群比较大，比较重，所以他会比较耗体能。OK， 燃脂率会比较高。好像还不错，所以你时间投资报酬率也比较高一点。要划算一点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把手腕跟脚踝转一转。对，我觉得这样的伸展感觉如何？可以了，我觉得足够了，现场应该够了吧？这个再下去受不了了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教踢击，因为跆拳道的踢的基本动作有非常多。嗯。但你第一次学的话，我们开始先教前踢、旋踢跟下压。对对对，但因为你已经经历过那么多运动了，当然会给你一点挑战性，所以我们会做一个后踢的动作。OK， 这样 OK 吗 ？OK，OK。Okay. Okay,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踢击的热身 ，OK 吗？好，好好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是脚打直，轻松一点，手放到空中吐气，这样放松的晃动一下，然后肚子要用力哦，核心吐气，然后晃动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就是。我们来做个一脚十个，一脚十个 ，OK 吗？对对，尽可能的往上，对对对 ，Ready Go， 一，好像长得不太一样。对，二，很好，再来，
怎么哪里怪怪的？尽可能摆动大一点，尽可能摆动大一点。练习踢击前的暖身动作也很硬，高抬腿晃动结束后，紧接着要把髋关节打开，然后再做抬膝压脚背的动作。这几个动作都让 Josh 大爆汗。好，我觉得你今天热的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就开始来练踢。好，那我们先刚开始练呢，我们先练速度吧。速度吧。速度吧，它顾名思义就是让你有那个完整的动作跟速度，但你不用到很用力。我们的预备姿势呢很简单，就是脚一前一后，看你是右撇子还是左撇子，你可以选择，如果是右撇子，你右脚在后面，左撇子左脚在后面，这样 OK 吗？嗯 ，OK。对，好，因为我是左撇子，所以我左脚在后面。那前提就是我们刚刚做的抬膝动作，一模一样的抬膝动作。对，你帮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嘴巴吐气。对，然后脚压脚背，然后前踢的时候就是一、二踢出去，然后再收回来，一，对，我踢到哪去了？是，再试一次，一分解二，收回来，没关系，一、二，对，脚背脚平，我觉得很短啊，脚背要压平哦。对，肚子用力，对，脚背压平，那我们再试一次，一，我们连续的一，对，夹踢再一次二，然后吐气喊声，你可以喊撒，来再来三，撒，对，很好很好，我觉得 OK 了，来来吧，等一下呢，你的目标呢就是速度吧的最大面的正中心这里 ，OK OK， 那我们做前踢，你帮我做预备姿势。对，可以帅气一点。你今天穿得很帅，可以。怎么样帅气一点？就是你有没有看过，没打过架也要看过李小龙，所以你再把手拿起来，对，然后大拇指收好，然后前踢的时候就是脚面对目标，膝盖朝着脚的方向，然后把小腿直直的弹出来，对，然后脚背哦，脚背压平，来我们试一次，对，很好，再来。喊声撒撒，对，二撒，对，三撒，对，面对目标四撒，再来五撒，可以六撒，很好，七撒，八撒，好，很累了是不是？对，是因为累，这边很累，是不是很不简单？太辛苦了，太辛苦了。撒，原地前踢练习结束，接着是左右脚轮流前踢，再来是选踢，每个动作都很不容易。哦，一 A 看目标，哎，差点踢到我的手。好，我觉得你今天也练得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真的差不多。踢腿真的很不简单。现在对跆拳道选手太佩服了，所以等一下后面两个动作就由我示范就好。那你来感受一下拿把的感觉是什么？好，我现在就人转另外一边去。哎，拿把的人也很重要哦，因为你拿不好，踢击的人也会受伤。OK OK 吗？好，那我们先来练一下下压，我示范一下下压。好，下压就是从高处把对方对手的头部从头部攻击，然后向下压叫下压。这个得分是会比较多吗？对，踢到头是三分，然后转身踢到头就四分。哦，所以转身踢头是最多的。在我们以前，不管你头或肚子都是一分的。哦，真的，以前头也是一分。对，最早以前是一分，后来才慢慢增加。对对对 ，OK 吗？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下压动作。那等一下你下压动作的时候，你帮我这个速度把，对不对？它是不是有一个平面一个凹槽？对。那这凹槽的部分就是大拇指。所以拿把的时候，大拇指是在凹槽里面的 ，OK。那下压就是拿高以后，很像拿到自己额头的高度，对对对的这个方向，大概45度的角度 ，OK。这样子拿着就可以了。好。然后你记得站侧面，因为如果你正面，我压下来，你可能头一起低下去。对，就是侧面这样就可以。那下压就是一样，起始动作就是跟我们的热身一样。就是全部都是压进来，所以下压的时候呢，就是压进来以后，从头上压去，棒，
OK 吗？我尽量。这样。这样 OK， 这个叫下压。有什么感觉？这样也是会痛的。这样也会痛？也会啊，他直接。好吧，我到。我只用了一层的力。对，差不多这样。然后再来就示范一个后踢。后踢，嗯。对，后踢就是需要做一个旋转的动作，从背后攻击对手。就等于是后面长眼睛的概念。哦，转过去后面踹他。对，哎，果然有在。对，果然有在看电影。就是这个概念。OK。那我们就得换一个靶了，因为如果你拿这个靶，危险性就太高。嗯。因为后踢是一个破坏性很高的动作。啊。对对对。所以要换。就是让你感受一下腾空的感觉。让我感受一下腾空的感觉。手要稍微用力，这样子，稍微用力这样盯一下。嗯。你像美国队长的盾牌，你要挡一下，对，我们再赶一下，就要冲击或感觉。他是美国队长啊。OK， 那我就做一个完整的动作。对他轻轻的。这是轻轻的。没有没有，要试试看的，真的很可怕。那我们现在就到验收时间了，所以我们要做击破木板的动作。好。OK， 那我们攻击呢，就是木板的正中央。OK。对 ，OK 吗？那等一下，我们第一个考试的动作就是先练旋踢的击破。好 ，OK 吗？可以。好好，那你的专长脚是右脚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帮我做预备姿势。那等一下攻击的时候呢，记住一个很重要的点，脚背一定要压平。你的脚背一定要压平，到攻击木板的面都是平的。对。这样可以吗？嗯，还是需要我先示范一次？你先示范一下好了。对，那你帮我拿把拿板的时候，帮我这样子，手伸直，撑着这样就可以了。撑着，然后稍微向外撑着。那旋踢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脚背一定要压平，然后打准。很可怕。很可怕吗？很可怕。你看，我只是弹腿，它就破。所以绝对没问题的，来换人。好 ，ready？ 对，要记得喊声哦。对，来 ，go！ 上 ，go！ 上，不是说你没事吧？不是说踢到就会破，好像还踢得不够，就只是刚好碰到而已。对，因为你太害怕了，你碰到他就回来了，就烧了。不可以，要踢过去。对对对，要踢过去。好，有没有更有信心了一点？可以可以，我就不太知道问题在哪里。好，用力踢过去，很有信心。我们再来一次，来。应该是我比较害怕，我怕你踢到我的手。我也很怕踢到啊。好，来 ，ready， 来 ，go。OK。OK 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不回去。什么感觉？那就是。如果不要怕，让脚过去可能就 OK 了。因为地下是很怕，我点到一下就想收回来。那你现在面对木板就会紧张，你面对人你会更紧张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稍微考验一下。OK， 好，那也非常谢谢老师教我们这些跆拳道的动作。那也请大家也继续收看下曲的运动日记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